你相信吗？国内也有 Midjourney 了，这些图都是他生成的，他直接调用了 Stable Diffusion 大模型，所以效果没得说。重点是完全免费，直接打开海翼 AI， 它里面的 AI 广场里有大家生成的精致绘画，所以你无需自己想提示词，看到自己喜欢的风格，直接点击进去，点击右上角一键生成同款，自己也可以快速生成，非常方便。这里提一嘴，不要说 AI 画画离自己很远，像现在的游戏开发、广告设计、艺术创作、自媒体等各行各业都已经用来辅助工作了，把 AI 画画当副业的人也不在少数。如果你有电脑，一定要收藏一款 AI 绘画软件，这个不管是基础功能还是高级功能都是免费的，现在已经全部开放给用户了。这些功能生成的图细节处理很细腻，比如我选择线稿上色，给一款蓝牙耳机上色，看到没有，满满的科技风直接出来了。里面的五个图片工具也是一大家分享，比如这个智能补图，上传一张图，输入相应的提示词，它就会自动补全图片。 AI 能做到这么智能，这是之前不敢想象的。如果你的图片需要进行高清修复，这个功能也很抗打。重点是它还可以在线训练模型，如果找不到自己喜欢的模型风格，你可以上传九张风格一致的图片，就可以训练成为自己的模型了，然后用这个模型来生成自己喜欢的风格。国内可用完全免费支持在线训练模型，调用 Stable Diffusion， 这在国内确实很少见，亲测效果很好，可以直接入坑。